来必须要教你控制一些超能力了。好吧，轻轻放电试试。爸爸，我是不是不行呀？谁说的？我小时候也这样，我们多练习一下就好了。这次用五分力试试。这次没有爆炸，宝宝，你又进步了。来，这次只用一分力。我女儿真棒。爸爸，我好像又闯祸了。没事，你已经很棒了。